位于新竹县政府周遭的公十一公园种植了许多株的粉红色枫林木，随着春暖花开，粉嫩的花朵也在近日盛开。竹北市长何干明指出，花期就在最近，欢迎民众一起来欣赏。后续公十一公园以及一旁的公十二公园将会陆续整修，期望带给民众更舒适的环境。这一座是我们在县市区开发最早的一座公园，那是公十一跟公十二两座哈，那每一年这个季节呢，我们这个粉红色的枫林木都会开，而且开得还蛮漂亮的，所以有很多民众他们就会来这边来赏这个枫林木。那么这两座公园目前我们也在规划要做特色公园，那已经开过第一次的公听会，那因为公听开完以后，民众有相当多的意见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规划公司呢还在做设计的调整，所以。我们今年大概有编了1000多万，1500万左右，要用在这一座公园上面。我们希望未来能多听取我们地方民众的声音，然后来依照多数人的意见，我们来做设计，然后把这一座公园再做一个整理。茂密的绿叶虽然遮挡了阳光，制造大片凉荫，但也让公十一公园不够明亮，草皮生长不出来。后续改善工程将会适度将过多的树木移走，并听取地方民众需求，期望打造全龄共融的休憩空间。那因为早期在这座公园开发的时候呢，种了很多很多的树，那很多因为树太多，所以公园晚上会显得比较暗，那民众就进来的意愿就不会很高，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规划里面，我们会把一些太密的这个树呢，我们会移植移开了以后，让阳光能够照射到这个公园里面，让草能够长得更漂亮，然后让民众在晚间的时间能够因为它很亮，然后很愿意进来这一座公园。所以未来的设计规划目标，我们是朝着年轻人、小孩子跟老人家都能适合来使用的一个特色公园。目前公十一公园已经开过一次公听会，后续也将会再举办第二次公听会，最快在今年6月规划设计就可以定案，并尽快施工。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。